去生意，我们在看这些秀下线洗地人，他们真的是没有原则到什么地步。我在这边给大家看，我之前狠狠的打脸了。呃，黄家和讲的一百八是障眼法，对不对？我写了文章，写在中国报，写在光明，我的直播也分享给大家，然后把所有新闻拿上来，妥妥的障眼法，就是一个数学游戏，一个文字游戏。你收一百八你你七百个人哦，是因为你可以达到一百八是因为你开少嘛？以前木油丁时代，二零二零年的时候，他们收比你还多，收八百多人。 虽然他的收身比率只有七十多八仙。老马二零一九年做首相的时候收了一千人，比你多三百人，可是他的收身比率是七十二人，所以你要七十二八仙还是一百八千？有些笨蛋选一百八千，那个就是愚蠢。如果这种忽悠、呃障眼法的方式可以成立，那明年联合政府只要开放两百个位就可以了。两百个位我收三百个人就是一百五十八千，我收四百个人就是两百八千，比今年的一百八千还要厉害一倍。可是我收。 的人却少了一半，这样子值得高兴吗？所以拜托，不要这么容易被忽悠。而且这个里面收的华华文科只有三十个、哦，这个是明明白白、明目张胆的事情、哦。我给大家看哪一年是华文组收最多人的，每年都很少，因为大,大政府要打压华教。我直接跟大家讲，我是公开讲的。以前的国政政府、后门政府到现在的联合政府都是哦，三十人，当然比去年的二十、去年的十四人远远来好。但是去年是同一个政府。 府啊，所以我在那场直播，我有一说一的，黄家和做的比林慧英好，但是是因为林慧英太糟糕了。你看林慧英时代是四个人是最搞笑的事情，大家看回去收最多中文组的是己是一百七十五人，二零二一年，二零二一年是谁做首相？穆有丁做首相哦，所以不要给这些言论去忽悠的哦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结果。 这个明目张胆错的事情，林慧因也好，黄家和也好，都不敢出来解释啊、哦。就像这个华教义演课题，就像之前讲的，呃，这个还有一个课题是什么涉及华校的哦，好几个课题，我们都切穿了他的谎言哦。哇、啊，华校津贴拨款破亿的课题，你看黄家和敢出来讲吗？敢出来解释吗？我直接讲，如果你解释到是真的有拨款破亿，我会给你最大的赞美，希望你可以做到更好。可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不敢出来，因为他们。 知道解释不了的七万块的厕所拨款是去年申请，去年开始发放哦，然后有些今年发放，他们已经算了两年了，这个是明明白白的事情，新闻都出来了，你不可能 delete 掉这些新闻，所以他不敢解释，因为他们要脸，他们不可以厚颜无耻的跟你讲一加一等于三，3, 跟你讲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，这些领袖他们还要脸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很多洗地人是完全不要脸的，所以这些洗地人就为了护主，他们的主人不敢讲的话，不敢。 敢做的是这些洗地人厚颜无耻，不怕丢脸，他们敢敢讲出来。在这个课题明明白白，政府在忽悠，政府在说谎的事情，洗地人跟你讲什么？华小师资过剩，华文老师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政府收少一点。妈的，这种鸟话都可以讲出来。叫他去任何一间学校看，学校要聘请零教，学校学生不呃老师不够，这个是明明白白的事情。学校尤其是华校越来越多马来老师，为什么？因 因为私讯不收华人老师哦，华小主华文他们不收，减少收，想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达成终极目标。我讲过很多次了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然后这些废材敢跟你讲哦，华小师资是足够的。这些人你讲是不是典当华教，是不是出卖哦？这么可以没有良心到这种地步哦？迫害我们的华教。我给大家看，我准备了很多新闻来打脸这些人哦。你看林慧英重新标签。 数月华小师资过剩，从两千三百人减至五百人，这是去年的新闻。以下我给大家看林慧英讲给人骂到飞天。一开始讲华小师资过剩两千三百人，给人家骂到飞天之后，他就讲哦，我们重新算过是五百人，意味着什么？两千人你讲罢了吗？五百人你讲罢了吗？有什么证据吗？林慧英完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，就打嘴炮，信口雌黄。一开始讲讲两千三百人，大家骂他骂到飞天了之后，他就跟你讲哦是五百人。 哦、我给大家看新闻，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分配统计计算，根本就是随便要怎样骂、吹要怎样吹都可以啊、哦。然后有人把这些资料当做是真的，而且我给大家看啊，一下我后面会给大家看，不是现在联合政府才这样子讲，从国政时代就已经讲了。所以一样的，就是我所讲哦，这些洗地人把以前在国政、在马华的那一套搬去火箭来用。你看，加速系统重新标签，纠正师资过剩错误。去年二零二三年十月。 他就已经纠正了，不好意思哦，师资过剩是我们标签错误，是我们计算错误。然后大家看新闻，全国华小缺一千三百个老师，看到吗？本来讲缺两呃多两千三，给人屌到飞天了，变五百多五百，又给人骂。 他讲我们重新计算，结果变成缺一千三百个老师，揉血披龙最严重，多么儿戏！这个是关系到我们下一代教育的事情，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哦。然后可以这样子儿戏，两千三五百一千来回就差距四千六百多人，你可以想象这个差距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嘛？然后那副副部长重新标签解读有误，华小人缺千余老师，这个是教总，教总跟 董总是有差别的哦，他们每次一起发表文告就叫董教总。其实董总跟教总是有分别，我在这边就呃跟大家科普一下，董总是董事会组成的总会，每个学校华小尤其是都会有自己的董事会，然后这些华小的董事会就组成董总，董总是全国华小董事会的总会。那教总是什么？教总是全国华小教师的总会。所以现在教总，你看去年十月站出来跟你讲啊。哦 清清楚楚跟你讲，还缺少呃呃这个是林慧英讲的下一个新闻哦。清清楚楚跟你讲，人缺千余老师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根本是乱吹的东西，竟然有人把这个乱吹的东西当做事实。而且大家看新闻啊，林慧英讲华小还缺千三人是几号？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号，对不对？哦，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号。现在你看下一个新闻，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号跟你讲缺千三个老师，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的时候十。 一月十五号，我们的教育部长法 a 娜可以跟你讲，未来五年华诞小师资充足，无需培训。从两千。 多两千三到多五百到少千三，然后过了一个月，教育部长又跳出来跟你讲，足够，我们没有多没有少是足够的，不用培训，你看到吗？有多么可笑！所以之前的法瑞娜是很糟糕的哦，这个是去年十一月内阁改组之前，所以我之前是一直骂法瑞娜的，该骂的就骂。你看现在我没有骂法瑞娜的，因为内阁改组之后，林慧英被调走之后，法瑞娜的表现可圈可点，表现的不错，所以我给她过几次称赞。 当然也有骂他哦，但是有赞有骂了，该骂的骂，该赞的赞，我一直以来就是如此。你看华小师资到底充不充足？竟然可以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又变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这种罗生门可不可笑？那你看校长讲了这句话之后，董教总就是董总跟教总联合起来震惊，不可思议。校长讲华小师资过剩，所以看到吧？然后再给大家看下一个新闻，董教总批教长师专业、不负责任，董教总加剧师资不足问题，这个是。 是董教总的呃一个联合文告啦，哦，在里面有清清楚楚跟你讲，去批评法瑞娜怎样不专业，怎样乱乱算，怎样乱吹啊，包括有些 taking 错误，然后有些退休的他们没有算进去，然后还要把各科老师他们没有分开起来哦，我在这边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了，我就不读这些新闻的内容了哦，还有很多图片要给大家看哦，所以你看十一月十六号，二零二三年董教总讲华小华文老师过剩是假象，校长不负责加剧是。 知不足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洗地人讲华小师资充足是一个已经被否定，而且已经变成笑柄的事情。教育部自己都站不稳立场，一直在改变立场。然后洗地人可以跟你讲哦，华小师资过剩，华文老师过多，所以他们不要培训是对的。你讲这些鸟人要不要扒给他？哦，所以为什么我生气这些洗地人？不是因为他叫老吴，不是因为他叫阿聪，不是因为他是安哥，不是因为他长得丑，不是因为他长得肥，是因为他的行为。 我一向来都是对事不对人，像 Brian 大哥，如果他讲这些鸟话，我也是当面鸟他的。你亿万富翁，我也当面鸟。这些是多么没有良心，多么没有原则，多么啊！我不知道要用什么形容词才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啊、哦！这些人竟然可以跑去做。 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。我刚才有跟大家讲哦，讲华小师资过剩，并不是现在才有哦，不是现在联合政府才讲的。你看2019年，二零一九年一数据重叠，大马深州华文师资显示过剩实短缺，这个是二零一九年的新闻，看到吗？二零一九年就已经有了哈。然后我再给大家看新闻，谢立益谢立益老师是我们教总的主席，拨款让各校聘零教，华小谈师资谈了几十年，今天还在谈。五月二。 二十八号三个月的新闻，三个月前的新闻，华小师资严重不足，不足到学校要自己出钱去聘请领教，要筹款来聘请领教，政府还很少的拨款，有时甚至没有拨款。领教的待遇是很糟糕的哦，你又不是公务员，而且领教也没有受过正统的训练，很多是大学毕业拿中文系或者是拿数学哦，你是华人，华文还可以，我就聘聘请你进来当领教。你有去过任何一间学校都可以知道，每一间学校都有领教，因为。 老师是不足够的，然后这些人可以睁眼说瞎话，跟你讲华小师资足够。我找了很多新闻，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号，华小华中缺教师，聘领教，家协摆脱不了的负担，看到吗？为什么是家协的负担？因为你是家长啊，没有老师，你的孩子在里面读书，受苦的是你的孩子，所以家协，你政府不解决，董事会如果也没有去解决，我们家协就要负担这个责任，因为董事会不一定有孩子在里面读，他们是出钱的人，是管理人。 学校的人，家学是家长一定有学生在里面读，其实他们是最担心的，所以他们把这个负担揽在身上，然后去筹钱哦，去筹钱去请灵教哦，你想一想灵教。 他的资格其实是有疑问的，也不是受过完整的教师训练，然后都是年轻人，也没有经验，已经缺到这种地步，要找零教来教书，而且还要很辛苦去请哦，也没有很多人要当零教，因为待遇很低哦，千多块一个月在小学当零教哦，现在我不知道啦，我大概十多年前哦，我有去问过哦，千多块一个月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要做，所以看到吗？华小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，然后那上缺两百位华文老师。 师资短缺将影响报考者。二零二三年的新闻，下一个新闻一样啦，影响报考率，缺两百华文老师，很严重。派不合格教师教华文，以解决严重缺中学华文科教师。中学华文教师其实就是小学上面来的啊，都是从师训那边出来，所以是一模一样的课题。你看这个是几年？二零二二年，我找这些老师不足的新闻，一个一个找给大家看。然后到二零一三年纳吉时代也是一样，教总文告哦，教育部无视中学华文师。 之短缺的课题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。从以前。 政府马华时代、国政时代就跟你讲师资充足、师资充足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卑劣、很卑鄙的手法来抑制华校的发展啊！我不希望你华校壮大。我们有终极目标，我讲过很多次哦。以前的教育呃法令里面是有终极目标的，终极目标就是全国学校都要以一种语文啊、呃、为教学用语哦，这个是终极目标。虽然这一个终极目标后来被删除了，被删除了。可是这个终极目标的新闻啊、呃，这个、嗯、呃新想法新。 他们想要推动这个终极目标的呃想法，还是一直有在，所以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去做，就用这种若有似无的方式乱乱讲、乱乱 take，讲华教老师充足，我们就不给你华教老师，你没有老师，你的教学水准会下滑，教学水准会下滑，就更少可以培养老师出来教，没有老师教你，你教学水准又会下滑，教学水准下滑，学生也不要来读，家长就会送你去国小，送你去啊、呃、这个国际学校哦、呃，或者是送你去呃呃这种外国的学校哦、呃、双。 连的学校，那华小没有学生就更糟糕，又没有老师，那最终你华小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。你想这个心计有多么的狠毒，有多么的卑鄙？这是以前国政时代在用，现在联合政府也在用这一种方式。然后这些洗地人就把以前国政黄家和现在赶出来。林慧英去年就是讲华小师资过剩，给了轰到半死，所以他最后黯然退出教育部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十月、十一月的事情，十二月就内阁改组，他就去了财政部。哦，当然。 去财政部对他是一件好事，其实是升级啊、哦。财政部的地位比教育部高，因为她是林冠英的妹妹，她是林吉祥的女儿。很简单的道理，做到这样糟糕还可以升级。现在黄家何来，他还敢讲华侨师资过剩吗？他不敢讲。可是就只有这些脸皮厚哦、不要脸的洗地人，可以敢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忽悠。我告诉你，这些数据全部是不可以信的。跑去学校转一圈，看一下教总，看一下董总他们的统计，就知道了。 但是这些人只是跟你讲一半的事实，所以我一直怀疑这些洗地人他们是真心来帮行动党的吗？表面上好像是帮行动党，但我跟你说，实质上他们做的东西都是看起来是反串，就是表面上在帮你，实质上是害死你行动党。你看他给的这些解释，像之前 Matrix 的课题，跟你讲达芬尼是二零二五年，这种这么荒唐的解释都可以明目张胆讲出来。如果行动党不小心蠢，还好黄家和没有这么蠢，以他不敢这样子讲。你看达芬尼是二零。 二五年，黄家和敢讲吗？黄家和只敢出来讲哦，我们一定会解决，今年一定会收到，狠狠打脸这些洗地人。所以幸好这些领袖还没有笨到这个地步，没有听他们讲。可是他们一直在外面宣扬，让人误解这个是行动党的想法，这个是行动党的立场。我问你，对行动党是好还是不好？所以我一直讲，这些人是在。如果你是行动党的支持者，擦亮你的双眼，去思考一下，他们是不是反串吧？哦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们一直在让行动党往把行动党推向。 悬崖边啊，然后涂脂抹粉，跟你讲啊，可以这样子做，可以那样子做，没有用，不用紧的，这个事情没有用紧，我们这样子洗地就可以了。最终受害的必然是行动党。 哦、所以睁开你们的双眼啊、哦，去了解、看清楚啊、哦，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，打醒这些人啊、哦，这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。我不想行动党死啊、哦，我跟行动党这样 friend，我的电话有整百多、两百个 YB 的号码。我告诉你，七八十八先，是行动党，我要他们死干嘛？是现在你自己要你死，我看不过眼，你这样子断自己的死路，我不要你去自杀。以我苦口婆心跟你讲，希望你会醒，做改革，不要竞争保守，不要安村，不要只想着官位，不然你是。 必死无疑的哦，就像当年的马华一样。二零零四年马华赢三十多个国会议席，谁会想到二零零八年他马上差点遭遇灭顶之灾？想不到的，所以行动党不要重蹈马华的覆辙。我讲这一番话讲了两年了，如果你还是听不明白，那真的是你的智商问题了哦。